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啊。我们有时候去网站好了，那么看到的这个病人呢，有时候一家人那么罹患同样的一个疾病，尤其是某一些啊，你看了，因为现代的医疗可能对他的帮忙没有办法整个治愈的状况下看到的，让人家是蛮感伤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在遗传方面多一点了解。早点做这方面的考量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这个病情的影响比较不会延续到下一代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遗传密码其实都是来自于父母，那么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遗传密码，这个同样的这个一对的一个染色体里面，假设我们现在把这个绿色这个东西啊当成是治病的这个基因在这个密码里面，那么各出一半的一个状况里面，这里。就有一个，这是绿色的，这里红色加红色，红色加红色，这个不会发病，这个红色加绿色，这个只要有一个绿色它就会发病，这是叫做显性遗传呢，就是只要它带有这个基因，那么它就会发病的，这是这个显性的一个遗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遗传都是这样，它也有所谓的隐性，隐性的意思就是说它一个带病的基因如果只有一个它不会发病，要有两个带病的基因同时配对，同时成对的话，它就会发病。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有一个，我们把这个 R 这个基因呢、啊，小的 R 这个基因，当是治病的这个基因的时候，要有两个都是 R 的时候，这个才会生病。这个叫做隐性的遗传呢、啊，意思就是说，虽然是有一个 R， 但是它会变成是一个带原者，这个也变成是一个带原者，但是这个是变成一个发病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遗传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基转，事实上也是蛮复杂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东西啊多一点了解。那如果某一些遗传的疾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请小儿科里面也有这个遗传的专家，可以去做一些基因上面的一些检测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很多的遗传疾病的一个预防啊，那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效果。那所以小朋友现在我们当然生的不像以前那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更加要注意到整体的这个不管是环境的一个因素还是先天上面的因素，能够把这些问题减到最低当然是最好。不过在以前的时代，你看小朋友这么大一点点，他就要帮忙负责做家事啊，这是在襁褓中的一个小朋友，要妈妈要带着，这个呢大一点，他自己就要想办法去生活啊，这个是日子非常辛苦的一个状况。这个画作大概十八世纪中叶的时候，德国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妈妈带着小朋友，那爸爸呢可能就在这附近呢、啊，或者是出去远一点的地方啊，为生活而奔波啊，这边又有放牧的这个牛群在那样的一个位置啊。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牛跟现在牛也相对不太一样，它比较瘦，表示那个时代你看这个宠物大概就可以反映出这个社会的慢性疾病的状况，宠物也胖，这个社会啊糖尿病肥胖症的一定比较多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你看这个牛生活的状况是这样，所以大家想这应该是在农田的那样的一个角落为了生活而这样打拼的农民的一个生活，其实整个看起来，这位画家叫贝托尼，这位意大利的画家，但是他画的是德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整个是这样子。你看看这个上面还有这样的情形，这还不是整个，我们把上面最主要的一个建筑跟它的一个平台跟这个妈妈们在的一个地方啊，它其实有层次的感。那最上面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堡，类似城堡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叫做这个国家岩堡垒，就是这个岩石啊，一个大块的岩石上面再盖一个堡垒，那这个对于整体的一个防御它这个敌人要入侵的一个可能性相对就少了很多，因为
登高望远以外，他能够从这个居高临下的一个结果，对于敌人的动静很能了解。没有敌军来犯的时候，哎，这些都是生产的地方。那么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到这个城堡里面，你要去攻打这个非常困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高度高多少，42公尺啊。42公尺那么高啊，所以你要进军犯非常困难。然后也请大家注意到这个的一个建筑物里面，你可以看得到没有什么窗户啊，很辛苦的。即使在最高层的这个地方的时候，窗户依旧是很小。为什么？因为窗户大，敌军炮火打进来的，它的一个承受度就会降低啊。所以你看看以前的一个环境的严苛啊，从这样的一个画作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啊，要生存跟战斗两个是合在一起啊。那另外一位画家加纳托莱，加纳莱托，他本身也是一位意大利画家，同样一个角度，他也是画出了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啊。哎，大家想，这个是防御是很不错啊，可是很重要一个东西怎么来啊？水，这个有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生存，水要从哪里来？从这个地方挑上去，哇，这很辛苦。当然，可能一部分是要这样子，另外一部分它有一个水井，你可以看到从上面这个地方到底下这个地方挖下来这个水井啊，这个高这个长高度啊，就是意思就是整个挖到地。可以挖到水的一个深度是超过100公尺，120几公尺啊，非常深啊。所以那个时代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建筑，即使到现在还看得到这个水井啊，所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建筑。但是背后告诉我们的就是那个时代生活的艰辛啊，我们要非常了解绝对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尤其是水。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自来水啊。这个上一直告诉我们说，自来水绝对不是自己来的，它背后的一个我们要了解这个水的大生命啊，是生命的中不可承受之重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去了解。那生病也是一样啊，有些是本身有一些遗传的一个因素，另外也有一些可能是后天造成的一些影响交织而成的。譬如说这样的一个病人，这是一个7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出现的症状就是血尿是一个很好的，也不能说很好，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症状。因为大家会看到以后又有出血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警觉性会很高，所以就很快会到医院里面来做超音波检查，有问题啊。那么做电脑断层的时候，这是横切面，这是两个髋关节的一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白白这一块，这是石头啊，这石头的位置是在哪里？膀胱。在膀胱的位置是石头，所以这个石头我们也听得到很多是肾结石或者是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啊，其实在现代有，但是在古代一点呢，这个更多，因为当时发生感染的机会啊，从尿道往上造成膀胱感染的机会比较大，因为环境啊，因为个人卫生的一些关系啊，所以感染所造成的结石比例是蛮多的。现在不一样，现在大部分是因为水喝的不够多，或者是肾脏某些地方容易造成一些感染啊，在那个地方蓄积，然后形成结石，这个比较多。膀胱相对少一点，但是可能性还是有。那么理由在哪里？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报告。所以可以看看到这个石头在膀胱里面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是膀胱的这个状况。所以膀胱我们不要只看到膀胱，膀胱旁边底下这个地方是有我们的射护腺在那个地方，所以它本身有射护腺肥大。这是从膀胱我们给它做超音波的时候可以看到射护腺肥大的一个状况，所以它造成结石的理由是因为射护腺肥大，肥大以后要出入很困难的情况之下，流速当然会受到影响，流速受到影响的结果就在那个地方就容易形成这个稍微有点结晶啊，就在那个地方慢慢累积以后变成这么大一块石头在那个位置啊，所以那块石头就必须要我们想办法，泌尿科的医师可以把它击碎以后再给它排出来。所以这个射护腺肥大本身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年龄只要有几乎都会有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有一些有症状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透过药物的治疗，也可以透过手术的治疗，让这个通畅性变好的时候，后续的并发症也就比较不容易产生出来。来，收看。